果这一支把臭黄腔剪掉，你会完全没画面。当然是蜜蜡啊！我去除那个私密处，好痛啊！他说男生的那个敏感部是比女生的敏感在五倍。但你把毛除掉，就会比较舒服。新生的那个小象邦邦，对，征兆也看得比较仔细。用蜜蜡啊！我觉得是蜜蜡哎。对啊，我们还算爱小朋友。用蜜蜡涂那些幼教的小孩。他觉得你 mix 最痛苦。孩子的毛不能等啊。对。一边不想被提，一边被检举。那影片檢被检举跟不开黄腔，不开黄腔，不打手。对，我觉得这边有点多余，好害羞。能不能可以帮打就不會？没有，我说帮他打一些字幕，帮代打，帮代打。不开黄腔跟不能六九。突然一阵寂静。我觉得不开黄腔比较痛苦。因为不一定要六九，你回得很顺，回得蛮好的，很官腔啊。爷下机就是平常不爱六九，对不对？我还蛮爱的。新人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质感可以跟他们更逼近，然后在脸书流量希望可以跟阿汉一样有感染力。两位都是我们就是佩服的前辈。对，我还有另外一位敬佩的对象是那个什么反骨男孩孙生，最大敌人就是自己。对未成年粉是爸妈想说的话，我觉得孩子的教育不能再等了。因为现在大部分小朋友看我们是想要当 YouTuber 嘛，那如果小孩想要当 YouTuber， 建议还是先好好读书。